不吃，我热菜吃点儿菜，吃点儿馍头。盐城的菜了吗？呀，恁都是拿木冻的啊？搞那菜都木冻。都木冻，俺鸡子木冻，啊，烤鸭木冻，还有那耳丝都是木牛冻。今儿中午喽，想吃个热面啊。那就搁后头活动活动呢啊！啊、嗯，对，我吃了，你看农族的鱼都没动，我溜溜了讲，那母他叫我吃了吧。吃了，妥了。三包多少呀？挺甜点面条，甜点面条，回家你饿着是不是吗？啊，就是啊，你干干的也能吃好啊。你不是一家之主、啊？我不用他拉锣是吧？打开第一道锁。对，第一道，两道。生熟了，哎呀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啥菜系啊？哎。韭菜、玉米菜，你看那绕腹肚啊，啥都有，给上你看，可全。你这老美的还老凉快啊！母，你这衣裳上写的美是，矿啥呀？我不懂的呀，我不认得。这英语啊，写的是你想谁？肯定，这肯定不是俺崔一白，你想的谁？谁也不想啊，还是想的崔一白。年龄也是桌子趴着呢，没有没哈。鸭狗肉。对吧？我不对了。对。我不对。一串，改。我不对了，母。你也一块吧，你也。嗯，咱俩一块吃。吃吧，叔叔。嗯哼。走啊，咱吃那个了。呀！呀！那烦了，你弄点干肉。热干面。热干面。叫这聊聊吧，你看地上的身上都聊去。热干面你也弄点，整点青菜。好吃吧？慢慢的。慢慢搁家里。你这喷喷气。那没吃饭。这丢这点未喷气，就要这样式的。你弄肉我也过来都行。你看我这肉。这肉炖儿呀。嗯。不是饺子。你们家里老人出来。爬吧你，这不有几着，行呀。我爬了，那是往半路出路。我爬惯了。不是。那不用半路吃。吃点歇歇 ，OK 呀，是不是？嗯，啥呀？你家还好些呢。嗯，我们家晚上都一样啊。他吃俺的，俺吃俺的，不老实。俺焖子都是焖子面条。还有肥肉。都是酸菜。呀，排骨咱做一个，是吧？嗯。吃不呢？弄啥呀？那有点急了。不是趴那儿做手术，没头没脑。俺老汉跑这找我了。他那是喝白汤泡的。兄弟们，病吃个端来了，你要都先吃完那，你就这。嗯。啥？太好。那都吃饱了还要吃白？我这两个都面上三斤。我等会儿呢。我不能弄鬼子，我吃饱了就走了，行吗？饿也等着吃盘儿的，我也不上呀。饿着我也吃盘儿的，我也吃盘儿的。饿说他也吃盘儿，没说饿给我一斤面条吧。筷子不是没多少饭，先说着聊。走，端盘去。不忙。半个，能给我吃吧？没有面条，能给我吃了啊？端，你吃盘儿的，不长面条。面条更。要跟你说，我请你。啥菜啥菜啊？端条盆来。啊。说这啥？哎鱼，说这你给吃吧。
你吃吧。这都是一口毛吃。啊，都是毛吃。我坐着也行啊。我不是那些。我这吃。有这吃这的什么？我先去等等那金子过来吧。我吃完鸭肉还走到的。我出来没有没有。这话溜溜透了没有啊？弄好了。我们没事儿，吃也吃，不是不是，不是这，我还不够肉。这鱼是一下也没动。你们是这弄的？这咱弄个小酒搁这，好没？嗯，做的老子美呀！哎，比面条好吃，真的比面条好吃。那面条我剩了，我不吃了，我怕它这个肉，啥都。刺还不大是吧？要知道软的呀，我也软的了。什么鱿鱼？这是鱿鱼，这那肚子回来。嗯，肚子都全家全好吃啊。明儿没得回来，回来都在这转家了。他那有弄那个。嗯。嗯。面条挺多，我这都也给小孩杀的了，给全都闺女杀的了。这就没人动，我也送到咱那面条坏。嗯，咱吃呗。嗯，我那不要吃的。他吃呀，不让我吃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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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吃。不是，那怎么能到呢？没有。小菜吃着，咱那个小酒太带。这是鱿鱼。哎，这是鱿鱼哈。这是鱿鱼，它这不是那鱼啊。啊？它是鱿鱼，海参鱿鱼是。海参鱿鱼。嗯。好好的。嗯。可大了，可扁了。嗯。还买呢？咱中国这。中。嗯，这用了啥东西就是。该这样，我不好吃醋。说要吃，不能吃。你们开门说，叫吃。我不坚持。吃啊！我不吃。啊，你坐着吃。我吃一碗饺子，我不吃。吃一碗，赶紧吃。吃吧，到吃饭。我这吃不，还好吃。原来月结上饺子啊。吃吧，说你。我最怕。少涮点，涮一了我老脏。不咸不咸，那这烂了我脚。不咸不咸，可没喝着。沾点水，那鱼沾点水。喝着真的呀。